多好笑啊！我要出门了，来送我的只有一只狗，另外一只小狼已经睡死了。好啦，我们新的那个家里成员，谢谢你来送我出门哈。OK 吗？记得可以咬拖鞋哈，如果你咬得动的话 ，OK 吗 ？OK， 拜拜。OK， 拜拜。你也要习惯这种出门看家，要看家模式要启动，知道吗？看家模式 ，OK， 不要只想跟，记得要有看家模式，管理员身份启动，保全中心保全 ，OK 吗？拜拜，这个灯给你开着好了，拜拜，你不能跟，拜拜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没有咬拖鞋哦，好吧，拜拜。